Hello.咁多人想，Hi Kenneth。哎呀，我要揾 Kenneth 攞本簿添。哇，咁多人想同我 live video 啊！好啊，我睇下先。是但抽一個啦，好冇？Hi, Mr. McLaren, Mary。哇，咁多人未瞓嘅，原來。Trash 你條死仔！好啦，是但的一個人入嚟同我 live 下先。有條件嘅喎，唔俾講粗口嘅喎。咦？唔俾亂講嘢，得唔得噶？咦，唔得嘅，點解？哎呀，唔得喎，點解？係咪我呢度 network 有問題？咁多夜貓嘅，點解？嗨，可唔可以打下你哋自己嘅真名啊？Bernard。星期六玩凍冰冰啊！我啱收工啊，返到屋企啊，嗨！我好似又瘦咗，唔係啊，冇嘛，我啱先收工咋，喂喂，我啲兄弟又嚟啦，澳門嘅兄弟，6000幾人啊，3晚半夜，點解嘅？James，點解連我哋英皇啲同事都唔瞓覺啊？星期六晚果然係唔同啲啊！3晚半夜6000幾人，有冇搞錯？喂，我本身諗住温柔冇 ，Cyrus，咦？我哋啱先見完，你又出現啦！睇下先，喂，好多人都 send 开嘢，开嘢都喺度，有冇咁多人想 join 我个 live 啊？呢个系边个嚟噶？唔识噶呢个。我系咪应该戴翻耳机先啊？喂，你系边个啊？嗨！哎呀，断咗添。好啦，我哋接听下一位朋友嘅电话啦。你哋唔听到我讲嘢噶？我戴咗 handfree，系咪清唔清噶？清，打个清字俾我喂。笑咩啊？哇，好多 request 啊！你又要 request 我，跟住咧，到我打俾你嘅时候。Hi, cousin。OK，清好，清得啦。好，系真唔系啊？喂，但系你哋要着衫先得噶喎，你哋开 live，哇，7000幾人同我妈一样。我想问，夜晚10點同夜晚2點开 live 有咩唔同啊？洪家豪打过嚟啊！我打俾你好嘛？打唔打得俾你啊？家豪你留言啦，留言话俾我听打唔打得俾你啊？仲有冇啲识得嘅朋友咧？
大家好嘛？唉，其实我都系中意咁样舒舒服服。哇，7500几人，有咁多人未瞓觉，有冇搞错？唔好好臭样，黐线！大家都冇街去，系咪咧？系、哦，今日星期六、哦。我冇啊，冇特别噶，我纯粹今日收工，收完工翻到屋企又跟住谂谂下啊，不如好耐都冇试过喺屋企开 live 咯，咁就开个 live 咯。喂，好多人 send 嗰啲 request 嚟。Sarah 话冲紧凉，睇我咁益我嘅，不如我揿你 live 啦。有英国嘅朋友话英国疫情严重，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啊，保重自己身体。呢坛嘢都唔知要搞几耐。许廷铿，你唔瞓觉啊？点解？打俾许廷铿先，睇会唔会 cut 我线先。许廷铿边啊？如果你唔方便就 cut 我线啦，不如。所以夜妈妈千祈唔好随便。咦喂，点解你在出面嘅？有冇搞错？我翻咗屋企啊！哦，OK，做嘢啊今日。头 先做一阵啦，系啊，OK，做多咩谢你你搞啊。咩啊？我啱翻屋企咯，好笑啊！我系啊，同喂，啲好多人同 friend，Hello，你，好多人同你 say hi 啊！大家好。啱啱我同啲 friend，戴住口罩玩狼人杀啊！真系开心啊！喂，你唔好讲咁多，你买碟未先？买咗啦，喂，你有冇我只碟啊？Yes，digital 如果冇算唔算噶咩啊？？digital 算唔算啊？唔系我之前话我要攞只碟俾你啊嘛，你唔记得？好我啦，本好身啦。我去你个 show 度，跟住之后我话俾你，不过嗰次去唔即系后台唔嗰阵时疫症比较入唔到后犀利，台，系，系啊，好啊！我。你买唔系你送一只俾我买只啊？好啊，呢啲就叫买一送一啦。跟住我买咗你嗰只，你要帮我签翻名咯。OK OK，yeah，嘛，都开少灯先，系系咯，冇晒灯，哇，喺 set 晒头啊！你原造型啦，唔做边有得型啊？来，OK，好 hit 喎！你呢期。你 hit 啲，做咩一次过77只？我听唔黐晒啊，线大佬，吓，一次过唉，出生十意七只，我听唔晒啊。知道唔喂，好嘛，咁啊，其实我益其实我界听啊，啦，其实听系晒嘅，我好中意 Sweet OK，Escape，我实话多谢，我都系，系咪啊？我都系，系啊，哇，哇，咁黐嚟线，喂，我想话而家咧夜妈妈2点几，好多人未瞓咯，都嚟黄成婉万芝都喺人，度，万空巷。好劲啊！同埋你上次嗰、那个KK Box 嗰个一起挺我，我都有入嚟啊！系我都啊，觉多得谢你。喂，你个景色太做作，不过系一个好嘅做作嚟，呢、但我不嬲都系做作噶啦，这个 我明啊，唔做作就我唔成日都做喺你作。个 studio 度做作电影相，好啊，喂，最初有 delay 啊，如果唔系我哋可以唱歌啊。系 啦，呢、这个系 IG 可以再改良，点可以同步唱歌？好口系啊。痕呢排，你明唔明啊？成日都好想唱歌啊！哇，好好啊！你个 network 喂，好清喎、啊！你个 live 系 我 join 过 live 嘅朋友入边最清嘅一个。真咩？但我屋企嗰度唔系好收到，可能第一阵会窒机 OK，嘅。喂，我想话，你讲先。你讲先，冇啊！我想话我唔系，我想唱你啲新歌，但我又唔系好熟你啲新猜台系吗？歌。唔 该踩台啦，嚟得呢度唔通同你即系讲咩？闲聊咁样唔系？喂，黄婉芝，你唔好走住，我阵间打过嚟俾你啊！佢话而家唱紧歌喎，佢成日都三半夜唱歌，佢同佢老公唱歌而家应该。喂，我想话咧，我想箍牙，哦嚟啊，你做唔做噶？我有噶，
系啊，我想灰两只，下边啊，系啊，好，下边我攞个锤帮你搞搞佢，点噶？即系要搏一出嚟先啊？唔系讲笑啫，哦，系啊，因可为以啊，你唔过嚟知啊，咧，好啊，好啊，好啊，你喂，个你诊快，所。我 DM 你啦，诊所地址就，OK，费事你系咪有自己诊所噶啦？而家啊，我都喺我叔叔嗰度做嘅。哦，不过都当半我自己诊所咯。你遇到啲 fans 去揾你睇牙会点算啊？即其系实你第一次识你又我大部分都系歌迷嚟噶，唔 哇系即系本身有啲可嗱，能所唔以系歌迷，但系睇完牙之后就变咗个歌迷咁样。OK。但第一次佢哋要 show 佢啲牙石俾你睇喎，有啲佢哋就即系我以为我喺娱乐圈度打滚得耐啊，识得人多就应该多啲客啦。咁咧，OK，原来系会争啲嘅，因为咧我越识得多人咧，跟住嗰啲人就话：哇，好同你咁熟，我唔会俾啲牙你睇咯。咁样，我心谂哦，我唔系系睇你条底裤做乜鬼嘢啫。，sorry 啊，各位，而家咧，因为过咗深夜时段咧，佢讲嘢大胆啲嘅，系啊，所以。吓？对比你，我好 normal。O.K. so 系，你系主场走翻，你走翻许嚟，廷铿，许廷铿今日又嚟踩场啊！原系 啊，深夜时间呢啲过咗嗰啲咩？嗰啲咩咩时段啊嘛，来成啊，已经开始进入成人时段啦，系咪系啊系啊，好似某啲字啊已经唔计系粗口嚟噶嘛，？O.K. 咁啊，你快啲同王菀之唱歌，佢话 recording 喎而家。佢 recording 啊，但 recording 佢喺我个 live 入边打字喎。系喎，点解可以？好啊，等我转过去嗰边先。好啊，好啊，enjoy，好啦，Happy New Year，好啦，Happy New 新年 Year，夜，玩开心加啲，油，拜好，拜。交换碟吧，快啲，快啲。交换碟，交换碟，同埋你过嚟整啊，拜好啊，Bye，Alfred，拜。拜。好啦，而家打俾王菀之先。王菀之，等我搵下先。王浩，哎呀，你又话你录紧音嘅，我瞓紧觉喎、哦，我唔黐系啊，我谂大家应该系大史家上好，第全一次素见颜，到，唔系啊，我真系瞓，好癫啊！王菀之真系好癫啊！喂，你个枕头咁靓嘅，花到。我唔想嘅，因为妈妈送嘅，佢中意系花。咪喺御我画国中意货嗰度公买？仔，系 牡丹嚟嘅喎，哇！你晚晚枕住啲牡丹瞓，唔 系，我会洗噶嘛啲枕头袋，得一套系牡丹啫。你出 你碟老公啊？有冇着衫噶喺隔篱，大佬？睇下哇！先。成万人睇住你瞓觉啊，喂！成万人睇住你瞓觉啊，黐线！系咯，你睇，唔系嘛？唔录得噶。小 J 都喺度。佢 听日同我啲人解赞约，你佢话只眼大咗，唔哇！紧其实你要眼都啦，暗可以暗几地大又几靓，我对眼系好大噶。啊？我觉得你你系成个坛最自信嘅女歌手啊！黐 我线真啊，系好有自信嘅，好癫啊！王菀之。sorry。2点几你 expect 我而家系做紧咩咧？我喺瞓觉，你但话我你一录紧开音嘅，黐线！见到你啦，唔系啊，我话你哋头先啲对话我录你，我录唔到啊，唔识录啊。你系咪你录紧我？哦，喂，好窒我喎、啊！你冇嗰度，啊，你系咪用紧 5G 噶？我未啊，好窒啊，而家好窒啊，好好叻窒咯，啊。好似你个人咁咯，好叻咯。但咁唔系窒啊，系我个人真系咁，唔 关个线路事，好靓系嘛？我见到有啲网友话你似日本娃娃，当然日本有识好多只嘢啊，大娃家娃，系咪好靓咧？我仲有公仔，好似嗰啲惊你悚出片入碟，边惊嘅。你系咪出碟啊？我谂我出咗噶啦吓。
好，窒埋添，唔该晒。喂，可唔可以唔好你停？呢个咪宣，你呢个咪宣传力？哎呀，我，哎，咁我咁样啦。咦？点解你自己一个瞓嘅？你老公咧？佢睇紧波啊！你呢个好系宣笑，传嚟噶嘛？你会我有冇唔系谂宣过传嚟噶，开？但你可能开完呢个之我谂后，化啲住个人妆，谂住夜晚瞓觉啫嘛。你知我戴住我个有粒妆瞓暗觉，疮，嗱，我用只手遮咗就当我都有。concealer 啦。我一粒咋，你冇你嗱咁样啦，咁靓啦，好冇？OK，而家有19,000人睇住你啊！梗系啦，我带咗9000人入嚟啊！我 听喂，你你，唔好喐咁多，你一喐得多咧，就会 kick 啊！哦，OK，呢个我唔记得咗叫咩名添，揸牛咧，打卡先，揸牛喺边啊？呢加度我，啊，嗨，加嗨，我，嗨。嗨，嗨，好冻啊佢，仲有啊，凡凡咧，凡 凡，好得意啊！嗨，凡凡，好耐冇见啊，凡凡，佢 认得你啊！系啊。大家咪唔知道，凡凡其实系佢送俾我嘅。系啊，我一见到呢只嘢就谂到系你噶啦，已经。点解？因为个鼻哥窿啊！喂，好靓，我觉得你靓咗。我梗系啦，冇化妆尖，嘛，唔系喎，尖。我化妆师好伤心，因为唔系啊，我近排咧成日自己化妆，咪拍啲喺屋企唱歌嘅，条眉画得啊。太粗啊！系咯，我想问咩事啊？嗰日我见到你啊，我觉得系粗咗少少，但系我觉得几好啊，几有型啊，但系冇人觉但得系我。条眉粗过你对眼喎、啊，大佬。小 J，你可唔可以管教下呢个 artist？佢 管得到啊，得噶，黐线。我靓俾你睇啊！我见而家益你，有冇靓咗？OK，咁我祝好乜嘢笑。啊？你靓咗喺边忽啊？我想问，靓咗喺边忽啊？你发唉，真系好啊！你唱你首好歌挂嚟住听我啊？下。我啊，一时时啦，大部分时间都冇。而家系咪开你波啊？定系你开紧我波？新年就Round 到啦嘛！one，喂，你系咪睇到啲网友啲留言噶？我睇唔到，因为太快啦下边。我净系见到系大家系咁笑，系咁笑，系咁笑就飘过咗。因为每一次其实净系睇到一行。有条友我想介绍你识啊，佢叫做 Walter Guan 啊，喺度，Walter。咩噶？系整容啊？你 介绍我识系专门医暗疮噶佢，我咁样靓啲嘅，我真系未试过喺自己个房嗰度做 live，我又唔觉得尴尬，因为尽量个头侧到嗰个镜头咁大，咪望遮住晒后面啦。爆晒，张敬轩啲啊！人叫我哋我唱氹首下你望开心啊，好唔好啊？你好好靓啊。仔啊！你窒住咁氹我开心喎、啊，我真系想杀 Q 啊你！你食咗早餐未我都氹啊？下你开心啊！好啊！我未啊，佢瞓，阿姐瞓咗啊，阿姐。系啊，我氹你开心啊！我觉得你只 对点眼啊？大咗。我讲真，你知我唔哋知人道？身攻你击知唔知道咧？
你知唔知道只眼呢？如果你唔想佢耷呢，就系做呢个啊，动作，有啲咩秘即诀系喺咧？唔皱眉嘅情况底下呢，你咁样用力撑到最你大，屋企系咪冇？可以。你屋企系咪冇 WiFi 噶？我谂我而家用紧呢个系叫做 WiFi 好窒 OK，咩？唔房啦嘛，你真系好彩啊！我头先啱啱瞓觉之前碌一碌个电话，见到你 live 咋。OK，你咁夜瞓嘅咩？我以为你好早就同你老公洗完脚就佢上睇床瞓觉。波嘛。哦，你讲个笑话我听下，不如深夜。最近有冇啲新嘢啊？最近啊，笑话就冇。哇，大佬你起晒格仔咁，我好似睇紧日本 AV 咁喎，你起晒格仔。咩 咩但啊？系成个都系格仔咯。无影知真系癫嘅，我发现。你要快啲转用三啊，知唔知啊？三嘅5G。你打俾佢哋，叫佢 sponsor 我啦！我咁窒个电话。好，一于咁话。穿衫半夜自己喺度笑咩啊？我好少做 live 嘅，所以觉得好好玩咯，你明唔明啊？我明啦，你快讲个笑你话嚟听介下，系绍，咪有新嘢到我未谂到啊，因为而家夜啊嘛，你唱只歌嚟听下，唱唔啊？哇！唱啊？你棘到连把声都棘埋嘅，点解？嗱，我去床尾睇下会唔会好啲，但系我唔可以再低啲啦，件衫，我一定要 keep 住喺呢一度。有冇你试帮下助？移动你庞大嘅身躯去到床尾睇下，但系张咪床会唔住，会我反呢、噶？这所有重心喺个唔晒系唔得唔得，我唔得，呢、这个好尴尬啊！我一定要上翻嚟先。我想话，但系你听我你嘅讲，话，如果你嘅画夏面已经由 AV 变成恐怖片啦，大佬。如果夏天咧就好睇啲，但系你睇我怕冻咧，我着咗，我瞓觉着咗一件卫衣，卫衣入边仲要系 super heat pad，我嘅成身汗，然之后咧，我有三张被，一张系嗰个牡丹被。跟住之后咧，有羽绒，跟住之后仲有羽绒，你其实而家系咪准备落街瞓啊？所以你知点解佢唔入嚟咧？佢宁愿睇波啊！你老公派局到出二肺啊！我谂三更半夜，我成身汗啊，有时瞓得唔好啊，因为太热啊。喂，唔得噶，咁样真系。嗱，我咁样靓啲哇，嘅，好窒啊！你嗰度，喂，唔系，而其家实好咧，啲啊。你啱啱打入嚟嘅时候，即系啱啱我哋啱啱开始拉，你试下瞓翻低，可能你嘅身躯太庞大，挡住咗啲 WiFi signal，我谂，你瞓翻低，系，喂嗱，即刻唔得喎，即刻唔得喎。瞓翻低都有好处嘅，因为咧个面会削啲。唔系，但系你个鼻音咧，而家好似假发咁喎。又叫我好难嗱，好自然咁一份，唔得啊！个面会大晒啊，越嚟越乱啦，喂！我最好唔好再，我最好唔好再喐啦！唔得啊，个面越嚟越大啊！
我瞓咗4次都对唔面啱望远啊！镜嘅面具，系唔紧要，咁样你即系东咁一南偏半南，啦。西北偏北咁样瞓啦，系 OK，系啦，OK。同埋呢个地心吸力可以吸少少，哇唔得，Hello，Hello，你仲喺咪度啊我喺度啊，？OK，系啦，OK。系我个人冇喐就唔系窒啊。你而家好似一幅识讲嘢嘅画咁咯，OK 喎。喂，我真系好好中意你妈咪送俾你呢个牡丹枕头，佢成个咁都系我牡送俾丹你嚟。啊，使唔使洗咗先啊？洗洗佢好啲嘅枕头呢啲嘢。我祝你新碟大卖啊！我祝你新年快乐啊！未你有冇四到，年五年冇出过碟啊都？Hello，几年啦，都几年噶啦，几年冇哇！出你而碟家咧，啊？我睇你嘅画面咧，好似嗰啲56K 上网咁。点解嘅？唔系啊，我房真系收得唔好啊，但系出边入紧OK。波好大声啊嘛，入紧波好大声，点解咧？通常踢波都你好老大公一声个人，啊，唔系啊，佢唔会出声噶啦，系 踢波嗰啲人好大声。short 嘅你真系，你几时开我音从乐？来未喺呢个角度望过你，我觉得呢个问。冇理由噶，我有边个角度你冇望 过喂，啊？唔好乱讲，喂，唔好乱讲嘢啊！叫咗你唔好咁夜打嚟噶啦，我会傻咗人哋而家嗰啲系高清1080，但系咧180咯，好好笑啊！你知唔知道咧？你个演唱会好好睇啊！我知啊，你讲我咪知。你知啊？点 解你唔揾我唱？我真的受伤了，因我啲呷醋添。我得20个位咋。即系20个位都冇一个俾我啦。喂嗱，喂，三香港嘅高层阿 Macy 而家喺度，佢话装喺 5G 度去你系屋嘛？企。喺咪喺度啊？等系等。啊，系啊，系啊，Macy。Hello，Hello，Hello, 你好，Macy 你好，Macy，Macy，会做慢啲。喂，要侧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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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OK，呢个系重新打个如招果呼，OK，Hello，Macy。好辛苦，咦，打完个招呼唔见咗喎你。哇，好癫啊！唔 得，我要 cap 低呢张图先。大家仲有冇见到黄婉之喺度讲嘢啊？我想问。哦，好啦，佢 我跌咗佢出去啊，唔好意思。佢屋企嘅 WiFi 差到会 cut 埋。cut 埋先，我搵翻佢先吓。我喺边度可以加翻入嚟咧？哦，得，见到啦。王元 B 喺度。哎，翻嚟啦。OK，我而家插翻个电先，呢个灯可能熄咗会好啲。哎呀，sorry，太好想搵人捉你入精神病院。
你可唔可以唔好乱咁拍你啲掣啊？冇啲灯掣啊 ？I mean， 冇啊。Hello， 我唔系 2G 啊 ，sorry。系。Hello， 卓阳好。喂，韦罗莎入咗嚟，韦罗莎你做一个孕妇，你三半夜唔瞓觉做咩咧？咦，你屋企装咗 5G 之后，你咪可以叫黄丸 5G 咯。咁我而家系黄丸，哦，我而家先 get 到喎。黄丸 3G 而家，黄丸 3G。Macy 仲喺咩度？喺度。Macy 仲喺度。如果我用咗。Sorry， 我自己都想笑，再嚟过。哇！你件卫衣咩事？我想问。喂呀！我俾入边件。喂，我哋两个系一样色噶。系喎，系喎。估唔到，仲系咁啊！哇！而家有11600个人，系咪啊？11.6K 系啊，你有冇嘢同 Macy 讲啊？你冇嘢同 Macy 讲，我唱歌噶咯。Macy， 请你 visit 我嘅 profile 啦，有联络我嘅方式。你唱歌啊，我都我想听你唱歌啊。我哋唱咩好呢？你啊，但我哋如果一起唱会有 delay 喎，都可以唱嘅，我可以即兴噶。你可以即兴啊，好啊。嗯，我哋唱咩好呢？但我要搵歌词。You are my dearest。And then。到你了。You are 咩 key 噶？世界 key， 同我哋嘅样系一样，世界样。我哋唱咩啦？唱灯光熄灭了。唱你只歌啦，你唱少郎君啦，《The Way We Were》啦，唱不如。Memories， 唔系嗰只啊，唔系 The Way We Were。我要揾歌词啊！你等先啊！你叫我充撑住个场面，影住你个 pat pat 就行咗去，我情来意堪啊！你帮我充撑住个场面先啦。好啦，大家好。在这个时候如果我收线会怎么样？你衰到爆炸，真的。我们不如学下你先，好不好？学下你的《我真的受伤了》，是不是30周年？不好啊，不好啊，因为大家是想听你的歌。不如我哋一齐听少。好啦，你已经我同好多人讲过话，你其实系有啲事嘅个脑，但系佢哋都唔信。我唔信啫，大家信咪得咯。黐线啊！好啦，咁既然你噏到，我就唱半首《俏郎君》啦，好冇？你中意咧？清唱嘅啫，因为冇音乐，我都今晚我都冇谂住唱歌嘅。我唱俾你听下，靓少少先吓。我唔知有冇出错唱错 key 咧。除非将毕生所信也推翻，除非
能说服我只开一只眼，咦，好似唱高咗咁。虽则你和我已是争吵惯，常和好于当晚，这次谅解极难。情人之间讲心比讲理更简单，我第一次唱 live 呢只歌。前面一番难教，与你相冲也冲淡。伴你共度过劫难，分担过人间悲惨，想不到最后仍会散，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只因你角度全偏袒啊！OK，我 keep 翻呢个角度，这全原部。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首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自然投人世里，有一些价值是比爱恨大。要补这个深沟，凭着爱不足够。你谈甜好嘢，冇啦。好耶！我想话咧，我觉得我呢一期咧，成日都成日把声都好似唔系好啱位啊，即系。哦，我好好多似。年系咁啦，可能你冬天呢，肝呢会再争啲噶啦，你 O 饮 K，啲热嘢好啦。啊，到你唱俾我听啦。好啊。I'm a little sleepy, but I won't go to bed. 'Cause I'm with my loved ones, enjoying myself With Instagram，in the dark. 得你有咩？我个有 lighting effect 咯。In the dark，咦？唔系 dark 个，我呢个原来。不如我和你啱啱嗰句啊，In the dark 啊，three two one, In the in the dark，dark。好惨啊！我唔你睇阻下我你而家夜氹，晚黑有11000几人，你红啊嘛，唔好啦，我想听你唱歌啊，收声你。但系你啲 fans 想同你倾偈啊，你同佢倾偈啊，我想听你唱歌啊！你唱半只俾我听啊，不我如。啱啱唱咗啦，我唔唱噶啦。喂，三香港入到嚟，我梗系五 G，你有冇睇到？我乜都唔知啊，冇嘢啦，sorry，我搞嘅啫。唔怪啲知个画面咁清啦，我就唉，好快会有，好快会有。可唔可以唱半只歌嚟听下啫？我头先唱咗啦，你同佢哋倾下偈啦，佢哋想同 你 OK，OK，okay, 倾 okay, 偈好啦。嘅。系啊，但系佢哋想睇，真系有人查咗青山医院嘅电话，就24567111，唔知几定流啦，阵间打下先。啊，唔好啦，唔好玩电话，唔啱噶，咁样系唔啱。唔啱嘅，我哋不如唱《我真的受伤了》啊！你识唔识唱啊？而家你我做识呢个啊。终极嘅 bonus 版本啦。OK，好啊，哇，都好嗯，喎、啊。系啊，但好作为一啊，个中老年人咧，一定要第一时间攞翻个歌词出嚟先。因为其实好有意思噶，佢记录咗我过去嗰20年。咁我20年冇理由冇你啊嘛，系咯，你20年入边有几多年有我啊？好多年啦，
我哋又相识。咁啊系，真系有我哋满面油光嘅时候。我唱啊！我唱你唱啊！你问下你啲，你问下你啲 fans 网友，佢哋想听你唱我啱啱话。冇啊！啊我知道啦，你咪用紧 5G 嘅，我用紧 OMG 啊！咪笑话咯，终于谂到啦！你用紧 5G 啊？我用紧 OMG。你有 absolute pitch 噶嘛？你起个 key 啦 ，absolute pitch。我离开咗个被窝之后，而家成个鼻都系鼻涕，即刻。喂，你唔好冻亲啦，不过你唔会嘅。你有件 heat tag。你唱啊，我和你啊。OK。不如我试下唔和，不如我试下唔和，但系撞你啊，撞你个音啊，和得太多啦。你撞我个音啊，好啊，你撞我个音啊，好。撞音版啊，你撞音版，我真的受伤了，撞音版。灯光也 OK， 来咯，灯灯灯，灯光也啊！我见到有人话我用紧黄远之啊！我用紧 OMG 啊！你我撞你啊！好啊，撞音版送俾大家。2021年嘅撞音版，我真的受伤了。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了，口中的面容也花了，红伤口断片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了，你要说话了，还以为你心里对我又想念了，什么东西啊？怎么你声音变得冷淡了？是你变了。是你变哎，唔系话冷淡了，系咪半音嚟啊？冇冷淡了啊，冷淡了，我阵间嗰个先至系啊。哦，依个唔系。我头先嗰个系，呢个系啊，系啊，呢个系啊。所以，是你变冷淡。这也系。系 action 嘛？不如够啦。王生啊，我觉得咧见好就收啦，我哋唔好再唱啦。系何况冇见好咧，系咪？所以呢度应该收啦。嗰啲人话撞音版变咗回音版啊，因为有 delay 啊。唔系啊，我好开心啊，见到你，冇你都冇咁多人睇，你睇下。你唔好咁啦，我人你知唔知我哋啱？你知唔知我哋呢一 part 叫咩啊？咩啊？叫潮州音乐啊！二姨故二姨，潮州话嫁姨啊，嫁姨。咦，系喎、哦，你潮州人嚟嘅喎，你识唔识讲潮州话噶？嗯，好少咯。我识得，我识得背少少朱伯庐先生自家格言咯。阿爷爷嗰阵时教朱伯庐先生自己格言。你应该作翻一首歌，系攞潮州话嚟唱。
你可唔可以潮州话唱少少我真的哦，首可歌以呢首？啊，哦，呢、这个就唔得，太难啦。但我可以用潮州话唱即兴嘅歌俾你听。我食饱哩，我好食啊，你唱饱出嚟听哩，啊。食饱哩，食菜粿。啲，我净系识唔炸系，哦啲，系啊，只爹哎系呀，我饮都笑茶，到喊。茄龟系生果啊，黑龟啊！茄啊茄，我其实我都系用广东话记嘅茄，即系你当斜佬个斜咯，然后记个龟呢个音咯，车龟系，啥？OK，夹车龟，跟住咧夹咩啊？我就系识有一句夹冷虾嘅，鱼虾蟹啊，河蟹海，点讲啊？河蟹海，好似人名啊！你咪乱噏噶，其实。唔系啊，第二啲唔敢讲，但系食咩我讲得好准啊。OK，你仲识讲啲咩啊？我识得一句，但唔讲得噶喺度。你喺你呢啲朋友面前有咩唔讲得啊？你讲咧，都2:08啦。食晒，我识讲食晒。崩死！都唔系咪好粗啊？唔 系啊，唔系粗口，其实我 抄袭，，OK，抄袭。喂，我想抄袭臭系咩死嚟人啊！好臭咯、好辛苦啊！喂，王咏诗都喺度啊！王咏诗都喺度啊！唉，好辛苦啊！大喇喇，而家2:08。你原本系准备咗啲乜嘢同？我冇噶，我谂住上嚟吹下水嘅啫，但系我而家笑到肚痛，我真系。喂，我唔系讲笑，我真系听日即刻问三，整个 plan 俾你先，好唔杂使你问嗰啦，度。我头先自己都问咗咯。如果佢哋都唔俾，就你都唔好再问啦，都唔好意思啦。人哋有99%全港覆盖，你知唔知啊？你继续讲啊，背稿啊，你继续啊，有啲咩 point 一次我讲晒 OK，冇啦冇啦，交到功课啦，系啊，阵间啊，小姐要杀咗，2:09啦，我开头谂住倾半个钟噶咋，而家我都唔记得我啱开咗几耐。半个钟到咯，就系、真系噶，成万人一路睇住我哋讲潮州话。是。我问你一个好难答嘅问题啊，紧唔紧茄张？龟，好啊，你问啦。我咩话？我问啦，你紧唔紧张啊？我咩咁紧张？我唔紧张啊，唔紧张系人名。咩啊？5號窗喂，清到6號窗，你呢个 angle 好好啊，我觉得而家你呢个样，直情可以系你写真集封面啊！你等系我咪又唔喺度啦用啫嘛。？OK，哎，笑死我，笑到起痰。喜糖嘛，我想嗌你老公带你 check 下。你而家喺屋企嘅边部分？好啦，我而家喺屋企嘅
大肠个位置。哦，梳化，乱唔咁系，讲。唔系啊！喂，好好笑咩啊？咩？我哋咪理咗 3HK 咯，3HK 喺度讲咗好多嘢啦，我哋答咗啦，啱啱有 plan 啦，我知道，我已经有全套嘅 plan 啦，好笑，三半夜嚟卖广告，佢哋咁勤力嘅，要加人工。佢话希望下次 IG live。有啲朋友话希望下次睇 IG Live 会变黄丸5G，好啦好啦，你咪瞓啦，咩啊？不如我哋 pillow talk 啊。好啊，Pillow Talk 讲啲咩？讲出唔出得街噶？讲翻个枕头啫嘛，pillow talk。你话好似。好似牡丹，OK。你今日食咗啲咩啊？我想问。哇，唔得，呢张图要 cut。佢又定住咗啦，已经。王菀之又定住咗啦，好，王菀之同学祝你青春常驻啊！你又定住咗啦，哎，好好笑，唔紧要，我会滴翻入嚟嘅。咦，冇喎，佢冇事喎，哦，系喎，哎呀，好辛苦啊，王菀之。佢住喺啲深山老林入边啊，所以会比较小 J 啊，翻来我啦，已经翻来啦，翻又去咪我翻自嚟己啦，个又，厂，我觉得你瞓喺唔呢个系位啊，系收得流鼻最涕啊，好噶，唔系，你瞓低就唔流噶啦咩？即系。咁我唔要，唔系我啱啱攞纸巾嚟打嚟啊嘛，呢、这个位最好啊，我唔阻你啦，我好似阻住咦你。冇啊，不过大家都好中意睇到我同你唔知喺度做咩三更半夜。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平时啊我唔哋唔多熟联噶，一络，啲都唔稳噶，我哋平好时。惨噶。王菀之自从嫁咗之后就唔稳我啦。但系我未嫁之前，张敬轩都唔揾我啦。喂，真嘢唔好攞嚟讲喎。你快啲，同佢哋玩啦！我喺度睇住你啊！OK，咁你系咪 offline 啊？唔系啊，哦，即系你咁样望住我。OK，系 好啊，啊，我系好啊，观众。咁我望住你哋啊。你老公会唔会突然间入嚟噶？好啦，佢又系咁样转能圈听到我，OK。哋嘅之后，佢今晚唔入嚟啦。OK，好啦，让佢出去瞓厅啦，咁。我而啊。家望住你讲，你同啲 fans 讲嘢啦。好啦，好，哇，好尴尬添，突然间，加牛啊，加加牛啊，你有冇新成员加入啊？猪鼻鸡咧？好多啊！你尝试下唔 OK，好理我啦，系咪揿唔住自己咧？王阿姐话，因为我太过 annoying 啊！王阿姐话我哋好似偷情咁啊！好啦，我哋睇下咧，早唞。
嗰啲人话苏太同第二个男人倾到三更半夜。好笑喎、哦！我都啊，好温暖啊！我见到你而家呢一个咁嘅款，因为你已经同你张被融为一系啊，好多人见到我都觉温暖嘅。OK， 你好啦，唔阻你瞓觉啦，你做翻你平时 live 会做嘅嘢啊？我冇啊，我冇嘢做噶，系、okay. 啊，我冇嘢做噶。即系你会食面咁样咯，系咪啊？因为我冇做 live 嘅，我有时谂唔到做咩好嘛。但我突然间又会 live 讲几句，好少噶。OK， 咁你下次搵 live， 你下次做 live 搵我啦，搵 live 做我啦，你下次做 live 搵我啦。好啦。好啊。Good night 啦。拜拜，张敬轩。Good night。拜拜，加牛。识收线，线你。系，多谢。我收啦，我让你出去啦。拜拜。啊，好好笑啊！佢真系。嗨，我哋而家9000几位朋友，大家好啊！多谢 Ivana， 好好啊，真系。系啦，我哋三香港今日提供呢一个好顺畅嘅网络啊，多谢大家。冇，其实冇约定嘅，我今日拍完广告，跟住就翻咗屋企，跟住咧就唔想瞓觉，咁就谂住开下 live 咁咯。唉，真系好啊！你睇下黄远之，你一走咗，啲人即刻跌翻落9600几啦，啱啱有万，哇 ！HCFC 都喺度。好啦，大家有冇？不如唔好再大家休息啦，好唔好啊？其实冇啊，纯粹想问候下大家，同埋多谢大家支持我嘅新歌。多啲上 YouTube 幫我 click 下隻歌，增加啲 view 數啦。大家早啲瞓啦，好唔好啊？夜啦，我都唔知講咩好，我冇目的噶今日，其實純粹傾下偈咁樣咯。咩話？呢條友唔使瞓，係啊，唔好啦。咦，又有人喎、哦，但系呢啲唔识噶，得唔得噶？我好惊佢哋突然间开咗唔着衫，人哋以为我同人哋裸聊。好，咁咪同大家倾多阵啦，好冇？系啦，大家如果眼瞓就瞓啦，唔使理我嘅。讲咩好呢？预告下先啦，我由。呢、这、一个礼拜一开始，咦？诗诗都喺度喎，我哋今日同阿我哋嘅跳高女王啊，我哋嘅杨文慧，嗯，系啦，我哋同阿文慧一齐做嘢拍 City Bank 新一辑嘅广告。Ivana 叫大家去 subscribe 佢嘅 YouTube channel 啊！上到 YouTube 揾黃遠之，係啦，大家有冇見到啊？快啲上去 subscribe 佢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啊，我哋講下咩咧？講下潮郎君啦，不如潮郎君咧，其實係有兩個 MV 嘅，咁第一個 MV 就大家而家睇到嗰個啦。第二個 MV 咧就係、是、有我嘅演出嘅，咁其實都係拍好咗都一段時間啦，咁我哋等緊一個機會同大家去 share，
哦，系啊，讲下讲下，唔记得咗。礼拜一开始咧就会做成张新唱片嘅宣传。哇，金鱼记忆啊，我而家。咁咧就喺各大嘅数码平台啊、电台啊嗰啲，大家都会见到一啲访问啊、一啲介绍呢张唱片啦、我谂到有一样嘢想讲嘅，突然间。其实呢张唱片，佢后期嘅部分呢，佢做起咗一段时间啦。咁大家都知道，譬如话有啲歌，空手而来啊，感情寄生族啊嗰啲，其实之前已经做好晒啦，U 啊嗰啲。咁但系后来因为我哋揾咗今次嘅 mixing engineer 啊 Richard 啦。咁所以我哋又将所有歌由头到尾重新再搞过，再 mix 过。本身系谂住好早就发行嘅，但系因为后来疫情啦，咁啊推迟咗只碟嘅发行，就本身系铁定咗喺12月嘅15号出碟嘅。咁由于15号出碟咧，咁突然间有啲修改嘅部分又未做啦，未做完啦。咁就变咗要踩住演唱会嗰段时间咯，所以我每一晚黑做完演唱会翻屋企，2点零3点钟瞓落床，咁朝头早7点钟咧就起身听 mixing，因为美国嗰边嘅时间啊嘛，就翻，咁就听完 mixing，咁又翻，攣翻落床度又瞓多阵，跟住2点零3点就翻红馆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成樂嘅演唱會，其實我把聲嘅 condition 係十分之唔好嘅，因為即係成個過程又唔夠休息啦，咁同埋我自己又比較大壓力啦，因為始終都喺疫情之中去開演唱會，好多好多方面嘅嘢，唉，我都係擔心大師嚟嘅，其實。所以都瞓得十分之差，咁但系就都，所以你问我，我觉得我唔觉得今次喺成乐我自己交咗一个好好嘅功课，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成个声带嘅状态，由于唔够休息，同埋之前嘅排练啊，演唱会嘅前期嘅制作啊，有好多和音嘅部分。由于我哋今次喺台上面有限制人数啦，譬如话大家以往都会见到我有两个，唔系以往都系4个和音，或者可能系4个和音再加一啲 program 咗嘅和音嘅 tracks 啊咁。咁但系因为今次我哋 cut 到喺个台度，乐队又唔可以太多人啦，咁就 cut 到变咗2个和音歌手。所以好多和音嘅部分我都要自己唱喎，咁所以又录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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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去到开 show 嘅时候，把声已经好攰啊。第一晚系最 push 嘅，我觉得第一晚我听翻啲录音都唔系好似自己把声咯，因为个声带厚咗啦，已经即系水肿，系啊，咁所以好多谢每一位喺盛乐。无论你喺网上又好，定系喺现场支持我嘅朋友，好似伊凡娜，好似阿诗诗啊咁样，有去现场支持我嘅朋友，多谢你哋，下次会做得好啲嘅。系啊，呢、這个疫情我谂最大嘅唔单止系影响，唔单止系影响，即系我哋大家嘅健康啦。我谂。情緒係最大嘅影響咯，所以成個演唱會又好，唱片又好，包括我哋有啲歌嘅時候，其實都係喺疫情當中錄嘅，好忐忑噶。其實的確呢張唱片係做得唔容易，咁所以都係一個好好嘅記錄嚟嘅。多謝大家，係啊，Derek 喺度啊，Derek，Demo Fashion 嘅 Derek。我要多謝 Derek 啊！我其實因為演唱會之後有啲觀眾不幸確診啦，咁所以變咗本身預咗
有一大堆嘅文字，即系想多谢大家啊，想去介绍翻我个团队啊嗰啲咁都冇写到，咁所以稍后嘅时间会补翻嘅，呢、这个唔会走数，呢、这个一定会补翻。同埋演唱会 DVD 好快会同大家见面啦。好啦，啱讲咗少少啦，就系、是、因为呢只碟嘅后期嘅部分系踩住演唱会嗰段时间落去啦，咁好多歌系听完之后唔满意又重新做过，唔满意又重新再做过嘅，所以我都唔知有时自己呢一种嘅腰尖系好事定系坏事，但系如果大家屋企即系。唔好净系攞耳机听，即系如果要大家有喇叭听嘅话，都希望大家会见到我哋今次嘅用心咯。因为今次揾呢位嘅混音师啦，Richard Furch，其实就系希望俾广东歌有一啲新嘅 approach。其实呢几年包括啱啱Alfred 又好，或者好多我哋本地嘅 artist。佢哋都係揾緊一啲國際級數嘅混音師去做喎。其實大家而家都齊心一路去做緊，即係將本地嘅流行音樂去推翻去一個亞洲區又好，國際都好一個 standard 咯。所以大家買歌買碟，合法下載。就會幫到我哋去做呢啲事，咁就可以令到個 quality 好啲咯。咁有朋友喺度講到 hand out 嘅 show 口感，其實我唔係唔想寫嘅，而係 hand out 其實係一個好都係我自己好唔滿意嘅 production 嚟嘅，因為我團隊已經係好好啦，做得，但係我覺得自己做得唔好咯。即係我本身係諗住寫一篇 show 後感，跟住，但係我覺得哇，寫我自己 draft 咗少少之後，我覺得好似寫到好似嗰啲檢討書咁樣，咁我就因為我對自己係好 harsh 嘅，即係我有時喺台度我都。不瞒大家讲，我喺台度自己唱紧喺 ear mon 度听紧嘅时候，我都会 judge 自己，我觉得哇，唱得好衰咁样。咁我又冇谂过要自己改变嘅，因为即系每一件事，如果我即系譬如我哋喺自己嘅能力范围内做到100分，咁但系观众可能睇落去都系得60-70分咁咯。咁所以，我咁多年都系咁，系啊，所以你哋有我啦。OK，系咪好闷啊？讲到其实咁夜3点几，有6000几个朋友喺度睇紧。我见到有一个叫做 HK Mercer，系啊，我有见到你篇嘢啊，多谢你。多谢，远之瞓觉啦，我见到。讲下呢只新碟嘅，啱啱有个阿 Yocat 问我，佢话超郎君嘅 Making of 可唔可以唔好玩抽奖送啊？咁，其实唔系玩抽奖送嘅，而系我印咗好少咯，因为系本身谂住我嚟宣传用嘅，咁超郎君啦，同埋 Sweet Escape，我哋都出，会各出一本嘅呢个制作特辑全记录啦。咁，但系而家又未谂到应该点样去，因为每样嘢都系得200-300本咋，系啊，所以。再谂下，再谂下点样俾大家，好冇？我想问今晚喺呢度
睇緊 live 嘅6000嘅朋友，有冇人諗住準備結婚㗎？事完呢，係聽日喺 Santa Ferris 呢有個 wedding， 有個 wedding expo 啊！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下。Hello， 寶琪，我尋晚先，尋晚定前晚？前晚先播你哋只歌嘅。唉，好怕深夜開 live 啊！深夜開 live 嘅人一脆弱呢，就會好感性嘅，同埋都會好性感。呢个2021年呢，其实我哋本身宣传期间都好多嘢想做嘅。我哋旧年直接谂住出嘅时候，系有一啲户外嘅 live 啦，咁又会 feature 一啲本地嘅新嘅音乐人啦，咁但系都系由于疫情嘅第二、第三、第四，咁就所以做唔到啦。咁我哋睇下之后可唔可以点样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下变阵去做翻一啲配合呢张唱片嘅宣传嘅 live 啦。咁如果 set up 得唔好嘅咧，我又唔想事事淡淡，即係譬如話大家而家咁三更半夜睇住我做 live， 如果我啲聲 audio 做得唔好啊，咁我又覺得辜負咗大家啊嘛。好似嗰晚黑咁樣好地地諗住做 IG live， 點知全晚喺度啲嗰啲信號有時我都唔開心咗一陣，係我都有啲遺憾咁咯。咁所以準備好啲先。準備好啲先。好，我哋講下超郎君啦。最尾超郎君咧有兩個版本嘅，第一個咧係喺而家講前年啦，2019年嘅年底，去到2020年嘅2、3月錄嘅一個版本。咁後來去到錄完之後，我自己覺得唔滿意，去到4、5月嘅時候，又重新揾一個前輩去幫我重新監製呢首歌。佢教我點樣唱，佢自己又親身唱咗一次，又教我點樣唱。咁所以而家大家聽到呢個版本呢，係佢嘅版本嚟嘅。大家有冇聽到一啲少少嘅痕跡，覺得嗰個係邊個呢？係啦，賣下關子先，遲啲話俾大家，遲啲睇下有冇機會話俾大家聽。咁所以喺我哋嚟緊超郎君嘅宣傳入面呢，我哋就會播出，搵一次機會呢就會播出这个在19年底6的版本。那个版本呢是我自己监制的，是很典型张敬轩唱歌的方法来的。那很多朋友都说为什么这只 The Brightest Darkness 好像我把声音不同了呢？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嬲都有，其实我唱歌不嬲都有一些自己的选择 的腔口、或者方法的，但是有时遇到啲监制啊，或者有时，唉，老实讲，做商业音乐有时都会系 play safe 咯，咁所以都会用，都会觉得啊，呢把声可能容易接受啲，或者大家听惯张敬轩把声系咁，咁但系就到咗呢只碟咧，我决定唔理啦，因为我开始做自己呢个 label 嘛，咁咪做下自己想做嘅嘢咯。下一隻碟會更大膽嘅，今次係一啲嘅小測試嚟嘅，咁樣係啦。所以希望大家會鍾意。有咩意見呢即管提，我好睇得一啲唔好嘅說話嘅，我好睇得一啲批評嘅嘢，因為我覺得可能好者
系嘛？点会喺网上打成串水蛇春去闹我呢？所以大家好多对我嘅意见，我觉得啊，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宝贵嘅。自己觉得有就改咯，啊，冇嘅话咁人哋花咁多时间，系嘛？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无故地虚耗别人的生命，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啊嘛。咁我觉得人哋嘅生命咁宝贵，俾一啲时间去打堆字，无论好听嘅唔好听嘅，我觉得都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种恩赐嚟嘅。所以系啊，你哋有咩意见，有啲咩觉得好啲嘅，就话俾我听啦。啊，同埋我今日喺网上见到有个朋友咧，佢话《超郎君》后边嘅和音好似有啲贼贼地，我听咗好多次。其实咧，今次因为我哋嘅 mixing 嘅方向咧，系用比较欧美啲嘅通啊，即系我嘅主意嚟嘅，我叫 Richard，我话你帮我攞得 hot 少少，即系攞尽啲啊咁，所以可能个 compress 咧。会比较，大家咪觉得把声沙咗啊，或者啲和音好似好沙声啊咁。咁其实系为咗增加嗰个锋利度啊。即系我有时觉得我哋香港嘅 mix 有时会做得唔够 aggressive 咯。咁冇啊，今次尝试，你问我，我觉得啊，原来广东歌又真系唔系好啱去俾一啲嘅外籍人士做，因为佢哋唔知道我哋嘅 language。佢哋唔熟廣東話，咁所以係一個嘗試咯。可能下次我哋又將成個製作會搬翻，即係擺翻喺香港做。所以今次係一個實驗性嘅 project 嚟嘅。好啦，3:10啦，本身講半個鐘，但係又做多咗。哎呀，好好啊，皇后，點解你咁好嘅？你仲未瞓？OK，好啦，答下问题啦。我都唔舍得走，其实见到你哋，虽然有时咁样做 live，觉得好似神功戏咁样。讲下飞图啊，好啊，讲下飞图啊。我个新 label 叫做 Fito Record。如果你哋系90后嘅话，可以去问下你哋嘅爸爸妈妈。飞图唱片系乜嘢？其实佢当年，我觉得香港嘅卡拉 OK 嘅事业咁繁荣咧，其实飞图都系功不可没嘅。佢当时就系一间唱片公司啦，同埋一间专门做卡拉 OK 嘅影音公司嚟嘅。喺我细个嘅时候，我唱嘅好多嘅卡拉 OK 嘅影碟咧，都系飞图出品嘅。咁后来因为飞图被而家嘅英皇娱乐收购咗啦，咁所以飞图就入咗文件柜，好长好长一段时间。咁到我开始上，我胆粗粗去同杨博士讲，我想开个自己嘅 label 嘅时候，咁开头系谂住起一个新嘅名，即系谂咗好多古灵精怪名嘅，甚至乎我自己用咗好多年嘅肥马骝 Fat Monkey Productions，我都有谂过啊，不如。做个 label 名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好似呢一啲有情意结嘅嘢嘅事物，系即系我中意做一啲有情意结嘅 project 咯。咁我就胆粗粗去问翻公司，我可唔可以用 Fit 图啊？可唔可以用翻飞图啊？咁。老板有俾喎，咁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飞图对于我嚟讲系，对于我个人嚟讲系友情好浓厚嘅情意结啦。因为我细个唱歌练歌，我之所以会唱流行歌，都系因为唱咗好多飞图嘅卡拉 OK 嘅影碟。所以佢对于我嚟讲，尤其我谂对于好多80后嘅人嚟讲，系有种情意结嘅。咁同埋。我觉得喺我哋身边而家有情义结嘅事越嚟越少啊！我觉得我哋需要做多啲，其实，因为
唯有系去做一啲有爱嘅事，或者有情意、有意义嘅事，先至会令日子好过啲。我觉得，先至会令而家嘅日子会容易过啲。所以，我觉得，好希望可以重新去 run 好呢一个 label。当然唔够胆话可唔可以回复佢昔日嘅光彩啦，因为嗰阵时有好多好经典嘅歌，好多好经典嘅 artist 咁，但系我觉得呢个 label 我哋都会有好多可以创造经典嘅 artist 嘅，系啊，我已经开始倾紧一啲唔同嘅一啲好出色嘅音乐人合作。所以希望藉住呢一个 label 可以带翻多啲本地嘅音乐人去俾大家认识，因为系好值得摆多啲嘅资源啊 focus 喺佢哋嗰度。我成日有时都觉得我自己好似唔好多嘢都唔 deserve 有咁嘅待遇，即系当我见到佢哋好出色，譬如话我嗰日喺直播嘅时候讲到Water 啦，Perse 啦，跟住 Alastair 啦，Moon 啦，系咯，好多，特别而家好多新嘅乐队啊，我都觉得其实我哋作为主流嘅歌手，或者我哋作为流行歌手，尤其已经有一定年资嘅人，系要将一啲资源俾翻佢哋，因为自己都挨过啊嘛，所以你都想。人哋唔好行咁多弯路，系啊，所以希望大家去 follow Fit to Records 嘅 IG，咁嚟紧我哋会除咗我自己嘅歌之外，都会有一啲唔同嘅音乐人嘅 project 嘅，希望大家俾多啲支持佢哋，梁阿玲，你对我想我想遇上我，系啊，Constance，冇啊，翻到嚟瞓唔着。你知我一收工就开心噶啦，一收工就精神，一开工就眼瞓。阿心都喺度啊，陈耀心，大家中唔中意阿心仔今次帮我写嘅歌词啊？好啦，3:16啦，唔舍得话唔舍得，但系都唔想阻大家休息。听日星期日，都唔鼓励大家周围去啦。咁但系。希望大家喺疫情当中都有个平安嘅、舒适嘅星期日，天气都几好嘅。虽然我都仲见到，出边有啲人跑下步啊、行下山啊咁样。睇下先，有啲问题喎，我见到。我想问三香港嘅同事，你都几好嘢喎，咁夜都唔瞓觉啊？真系，同 K K 讲加你人工先。我好多同事都喺度啊。啊，系啊，仲有洪家豪啊，系咯，即系你譬如家豪，我都觉得系好好嘅音乐人嚟噶。家豪即几首派台歌都好好听，咁哎呀，好想快啲有机会做 show，请埋佢哋，大家同台。家豪，你要加油，知唔知啊？家豪，同妈咪 say hi 吓，乖。哇，好犀利啊！我觉得你哋5,700几人今日都仲有，我唔瞓，我经理人又唔瞓，阿华仔又喺度，华仔你落咗妆未？不如我打俾你，好笑。听日妈咪生日，UK 祝你妈咪生日快乐。好多人行山，系啊，好多人行山。我见到有人唔戴口罩添。我今晚都喺度谂啊，不如听日瞓晏啲啦。反正又休息，我听日有一日休息，跟住后来醒起听日原来星期日，所以朝头早有 online 嘅崇拜。
好笑。有个 Edwardo。Hi, Ed。好好啊。系咪啊？三个小篇系咪真心佩服啊？我哋有一个小篇，一个巨篇，都好真心佩服噶。三啦，跟住 XCFC 又喺度啦。今日系阿 Christina Christine Wu 1028，佢话今日系我个男朋友生日，祝你男朋友生日快乐。OK，喂，我想问咧，如果我哋又开唔到签名会，但系今次只碟又卖得，即系托奶都卖得。系好理想，好好添嘅，其实咁可以点签咧？但系又要防疫喎，定系储埋等疫情过咗先呢？Hello，Jonathan，呢个视频好叻嘅仔仔，大家有冇啲咩建议？碟应该点签啊？网上签啊，网上签可以点签啊？有朋友问我2月1号过唔过生日，其实我同大家讲个小秘密咧，就系、是、如果唔计我当年喺广州做过一次嘅歌迷会生日会咧，我系从来都唔过生日嘅。其实 in a way 我系唔中意过生日添嘅，有好多原因啦，有啲好私人嘅原因啦。因为我有一年嘅生日系上满添，唔系嘛？黐线！我有一年生日嘅时候，我爸爸妈妈送走咗我第一只狗仔，所以咧，我每年一过生日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嗰一日，翻屋企放咗学，翻屋企去搵只狗仔嘅。嗰啲情景咯，即系到处嗌佢嘅名啊，喺啲台底柜底去揾佢啊，跟住揾唔到就喊啊咁。所以我自从好细个开始就唔过生日咯，唔中意过生日咯，所以我生日系冇乜点过过啦，都有嘅。我记得我喺香港嘅时候都啊家姐啊。啊！炮哥、炮嫂都有同我过过生日嘅咁，签名会，要过咗疫情先做咯。咁，HCFC 负责收集、登记、签完分，再分批上去攞翻。HCFC 咧，其实香港即唔系香港啦，即成个 HCFC 咧，其实我得四个同事帮紧我嘅站，即亦都系因为疫情啦，各方面咁，我都 scale down 我自己嘅团队嘅开支啦。的确，我哋都不过就唔系即唔系话解雇啲同事嘅，而系有啲同事。佢哋辞咗职或者另谋高就，咁我哋都冇再请翻人咯。咁所以其实而家成个 HCFC 系得四个同事，咁负责物流嘅同事得一个咯。咁所以有时啲嘢系有少少怠慢到大家嘅，我知道。咁但系佢哋都系有经验咯，有一啲即系比较有经验嘅人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其实人多唔一定好咯。我哋一开嘅时候系人数系相对稳定啲嘅，咁而家就集中翻四个同事去照顾晒所有 HCFC 嘅同事咯，咁就所以个服务质素系有待提高嘅，但系大家都好努力，所以多谢大家嘅包容。OK。好，
仲有啲咩朋友有冇嘢要？大家有冇睇到我化妆师同埋我造型师同埋发型师今日同我拍咗十几个钟广告之后，仲喺度唔瞓，跟住自己喺度倾自己偈。D 达 boy 啊，喂，hello，网上登记，然后登记，然后成功登记嘅寄去你公司签完，再寄翻俾歌迷，咁咪搞到大家使咗好多钱咯。即系个邮费30几蚊嘅，我知道喺你就算唔计海外嘅朋友或者唔计内地嘅朋友，净系香港本地都30几蚊，呢、这个搞唔掂，冤枉帮手搞啊！咦，Vince 入咗嚟啊，Jo 姐入咗嚟啊，原来3半夜咁多人未瞓，我老板都入咗嚟啊，全英皇最靓仔嗰、那个，Hi，Alex。老板都入咗嚟，仲有画画，成个英皇，半个英皇都喺度，有冇搞错？黐线！其实大家系咪及住我？惊我喺度做 live 系咪讲错嘢嗰啲啊？唉，好开心啊！有时见到大家3更半夜都喺度睇 live。2019、2020年对于我嚟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难挨嘅时候，系啊，但系唔知啊，一到呢啲时候，即系有时见到大家嘅真心喺度 support 自己，咁又系觉得咩都值嘅。我有一样嘢同大家分享下嘅，即系有时自己做嘢做得辛苦啊，或者情绪唔好嘅时候，就会同自己讲，会值得嘅，会值得嘅，所有嘢都会值得嘅，咁就会易过啲咯，日时间会易过啲咯，系啊，所以希望大家都听下呢张唱片啦，呢个新唱片我有几首歌。都真系真情实感咁样去唱，即系真系唱下又喊下又停下咁样。Vince 都系啊，Vince 其实都冇即系点讲啊，即系冇少吃过苦头啊，系咪咁讲啊？没有少吃过苦头。系啊，所以平时都好值得大家多啲嘅支持，同埋多啲嘅鼓励。佢都一路好努力去做紧一啲新嘅音乐。其实有时就咁睇下你哋留言都几开心。系啊，嘥，值得噶，值得噶，值得噶。我觉得最好就系我今日，尤其今日拍广告嘅时候，我见到我班同事，我助手啊，我嘅司机啊，化妆师啊，发型师啊，造型师啊，经理人啊，我突然间就有种感觉，包括买画画，即系我哋 A&R 嘅同事，我觉得我而家有最好嘅 team 咯，真系啊，即系佢哋个个都好帮我就系，所以系好感恩，真系好感恩，多谢。Vince，你做咩咁夜嘅？你今晚搞咩啊？点解？好啦，我见到有个朋友，系咪叫 Lulan？咪先睇真啲先读先。Lun，哦，Lunet Lu，我以为 Lulan Two 添，Lulan Lu，佢话佢仲有5个钟头就要考试啦，咁你快啲考试就瞓啦，前世乖啦。
怪啦怪啦，系啊，个个都好锡我啊，你都好锡我，我知嘅，我知，我真系知。好啦，有冇嘢讲？我公司自由度高唔高啊？高啊，高噶，同埋公司其实好多同事都好想做一啲好好嘅音乐啊，嗰啲，我觉得而家嘅英皇娱乐又好，或者我就算自己嘅新嘅 label 都好，即系你譬如话而家嘅英皇娱乐，我觉得系打开紧一个新嘅局面啊。的确，即系喺上一代嘅一间娱乐公司变到呢一代嚟紧，有好多新嘅尝试，我哋有好多新嘅 team，甚至乎我觉得我哋公司做 digital，即系渊网娱乐又好，或者数码平台嗰啲都系。做得相當之好嘅，當然可以再好啲咯，但係係擺咗好多資源，所以嚟緊我哋公司都會有一啲新嘅音樂 project 啊，有啲新人啊，大家都可以拭目以待。好，該瞓覺嘅就去瞓覺啦，我又。唔想喺一個冇 set up 嘅情況下唱歌，因為。系咯，即系有翻啲音响嘅 setup 去唱歌俾大家听先至好嘅。点样可以加入英皇啊？你去 follow 我经理人啦。系啊，你 follow 我经理人，跟住你自告奋勇就得啦。或者你喺我度留言。咦，皇后 WhatsApp 俾我，做咩事啊？我觉得你可以带好多 bright idea 俾你公司啊，系咪？睇咗阿皇后 send 俾我嘅 WhatsApp，唔唱啦，唔唱啦，冇啦，真系俾我。其实我有一嚿嘢系我嚟唱 live 用嘅，但系下次先呢。好啦，3:30啦，真系咩 话？求下你唱少少无城有爱啊！世界大乱。要拨开风沙找到你，可唔可以 send 翻啲自拍俾？可以啊，可以啊。我最多谂头，系啊。好啦，喂，我唔想嘥大家时间啦。大佬成5000几人睇紧我一个人喺度发吽逗，睇紧大家嗰啲 live。三香港叫我3:33先走，哇！呢个系边个嘅 account 咧？咁叻嘅呢个同事真系边度搵？夜晚3点几，有冇嘢要 announce 噶？好似冇乜特别，会唔会同林家谦合作？佢而家够歌俾我先算啦，佢咁受欢迎，我惊佢自己都唔够歌用啊！真系。留多陣啊！不如又同大家講下點解呢輪冇咗姐姐嗰啲早餐啦，好唔好啊？其實姐姐咧，真係呢輪冇煮嘢俾我食嘅，因為我要做嘢啦。咁一係有時就瞓到好悶，一擘大眼就已經要衝出門口做嘢啦。咁一係咧，有時就直情係冇時間，即係譬如朝早，譬如好似我呢兩日朝頭早咁樣，我哋拍廣告開好早。咁就系冇时间食早餐嘅，咁咧，但系我诶，佢有影，唔系，佢有时会影俾我睇下，佢准备咗啲咩煮俾我食咯。咁我宣传期开始咧，即系下个礼拜开始咧，我啲时间相对flexible 啲咧，咁就会
铺翻嘅，同大家分享下嘅又。好啦，3:33啦，唔阻大家休息啦，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咁夜都唔瞓觉，5000几人真系，多谢大家。好啦，祝大家晚安，I love you all。切记切记，喺疫情当中，大家都要齐齐整整，平平安安。我会多啲开 live 啦，既然疫情唔可以出嚟见大家，就多啲。Cyrus 话：姐姐啲早餐唔可以用个煮字，耶、yeah,！我同意。拜拜，早啲休息啦，多谢大家，拜拜。